不行不行，我得去跟他说清楚，说什么我都得说清楚。哎，袁墨，阿叔给你的食盒。再说不说，我家阿叔对我还是好，还知道给我拿食盒呢。他人呢？我告诉他你煮一食盒，扔了食盒就走了。阿叔，阿叔，等等我呀，阿叔，阿叔。 阿叔，阿叔，阿叔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早该搬出去了。不是，你住的好好的，你搬出去干什么？啊？我已经是自由人了，想去哪儿去哪儿，住在这儿实在让你不方便，说不定还会妨碍你。阿叔，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？那是个误会，那不是真的。阿叔，你没长嘴。那我替你说吧，阿叔，对不起。 我喜欢的是你尉迟姐姐。阿叔，那真的是个大误会，那不是真的。没什么误会，袁墨，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奈何桥。阿叔，是独木桥。我爱过什么桥，过什么桥？哎，阿叔，你别走，你听我说嘛，我喜欢你。 我喜欢的只有你，从来就没有别人。 我喜欢你的直爽，喜欢你的霸道，喜欢你的蛮横。我第一眼见到你，觉得你很特别，跟所有女孩都不一样。这些你对尉迟姐姐都说过了。是。这都是我背的，我背了很多遍。但其实我想说，那天在城门口，我第一次见你。 茫茫人海中，我一眼就看到了你。在我家住的这段日子，是我最快乐的时光。我想跟你在一起，阿叔。我想教你写字，教你下棋，想每天和你躺在躺椅上看星星，想和你方便这世间所有的夜话，想和你喝酒。 想给你做好吃的，想把我所有的钱都。其实，我早就知道了。醒醒！你们中毒了，别换鞋了。 我还没喝汤，怎么就中毒了？他们发现我们是冒名顶替的了，所以毒药没有加在汤里，而是炭火里。芙蓉草，我那个做菜的老队有问题。你们赶紧离开这儿！袁墨，我们在找什么？我问你，香云阁里有什么？芙蓉草啊。 嗯，我找的就是芙蓉草。这哪有芙蓉草啊？这儿当然没有了，因为芙蓉草都在账本里了。哼，傻了吧？谁买毒草会记在账本上？你看，这是老段来这当厨的时候白菜的价格，这是值钱的。每斤只亏了几十文，不算多吧？ 你可能对开一个饭庄需要多少食材没有太大认识。你再看看这进货量，每半月要消耗这么多白菜，那这么算起来可是贵了不少。是啊，不止这些，还有这些鱼和鸡，在老段来之前和来之后价格全都有了提升，说明他把芙蓉草的成本全都均摊在了这里边。可是，他是怎么把芙蓉草运进这里的呢？ 看一下他的进货簿就知道了。啊，没有任何疑点，都是酒楼常备的食材。常备的食材？又找什么？
我知道了，香云阁是十四，所以我们想当然的就从香云阁购物的食材中寻找芙蓉草的线索。可如果芙蓉草不是随食材混入香云阁的呢？除了食材，还有锅碗瓢盆、桌椅板凳这样的耗材。 丝瓜瓤50斤，10年用不完啊！丝瓜不是吃的吗？丝瓜晒干以后，可以用来清洗碗碟，也可以用来包裹贵重易碎之物。难道说老段将芙蓉草裹进丝瓜瓤里带进了香云阁？我是吸管的。你什么吸管？你丝瓜管吸管了吗？这是！甭管我，滚！ 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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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
在这儿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救我们。但是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？因为他，多名王子。阿叔，元梦，你们两个想我了吗？你还活着，我们都以为你以为我死了。那有没有背着我悄悄掉眼泪啊？我们倒真希望你死一死。你好像对于我没死这件事儿，没怎么感到意外。当然，找你多日了，只是没想到你会出现在这儿。什么意思？你在找他？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赶紧走吧。纳尔吉，多米小心！元梦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你认识我？当然，我还要感谢你的阿爷和阿娘呢。若不是当初我杀了他们，我也不会是今天的我。我，啊！松开！松手！松手！我见过你，你是醉仙楼的那个虫子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我丢了醉仙楼的差事，你的狗屁差评又害得别的菩萨不敢用我，我染上这妖印都是拜你所赐，我杀了你！我你拉我上来，我可以救你。你帮不了我，杀了你，杀了你，他才会给我芙蓉草。他是谁？松开！怪不得你那天说，只要找到凶手，就能逼敖大人重回谈判桌。原来你早就知道，多米反杀了老段，并且将尸体伪装成了自己。杀老段的，并不是我。那日，我落入水中，被老段掐住了脖子，然后将水晕了过去。
等我醒来后，已经身处那间僻静的房子了，里边还准备了食物和水。后来，我便设法联系到了那日记，让他暗中盯着你们的行动，才找到了那间仓库。那日记虽武功高强，但是不会水。他后来得知我得救，也如释重负。这么说，还有第四个人在场。之前我有次去一间十四，途中也有人暗示我逃走。当时我宁可信其有，便没让我的马车拐入暗巷。停车！带他回去。还不止一次救了你，那会是谁呢？管他是谁呢，只要帮了我们，就是朋友。嗯，有道理。总之，多米没死，这谈判又能重回正轨了。我明日就去禀告馆主。不急，如今芙蓉草流入长乐，李夫人中毒，多米亡子于血，现在这一切都能证明是白衣客所为，这背后淹了逃不了干系。此时恢复会谈，只是逼迫敖大人答应结盟，却难保淹了不再从中作梗。必须想办法，一劳永逸。嗯，阿叔，啊，我其实并不想当什么检校四方使，更不想当四方使。为什么？你阿爷就是四方使，他还救了燕乐公主呢。结果呢？冒着生命危险，远赴他乡，一去不复返，尸骨被黄沙掩埋。不令亲人痛苦，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。我阿爷经历的事，我也不想再经历一次。这怎么能一样呢？云墨，就算你当上四方使，也未必就出使燕乐。就算出使燕乐，如今大雍跟燕乐也不可同日而语，你怎么能无心上进？如果留在大雍就是无心上进的话，那就是吧。大雍人不是总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吗？你为什么那么想留在大雍？因为这里有你。说，我真的不想离开你。此前你拿到户籍，说要搬出去，我心里好难过。以前我一个人住在这儿，日子过得也随意，也没觉得有什么。自从有了你，院子也有了生气，日子也过出了滋味，就连疼你都有了伴儿。其实不是我收留了你，而是你让我有了一个家。阿叔，既然我们都接受彼此了，是不是就不需要这道帘子了？汉锦兄，我终于知道当初为何会输给你了。来人，
白衣客。康复时雅兴了，在下已观看多时了。既然来了，就请坐吧。我燕乐虽无面人合作多年，但阁下一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，不料竟找上门来了。不知阁下今日前来所为何事？四方馆元末身边有个叫阿树的小婢女，不知康复使是否留意过？本使贵为燕乐使臣，又怎会去留意什么婢女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便是龙叶湖要找之人。怎么可能？他如今已经拿到长乐户籍，在长乐扎了根，怪不得我的人之前在流民中寻找一无所获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那个人早已死在大漠，又怎会出现在长乐？康复使不信，那不如去查一查。看来阁下是嫌我最近太闲了吧。自打我来到了长乐，龙叶湖就让我配合你的行动。你让我营救小娥，我做了；你让我攻略敖大人，我也做了。可结果呢？无功而返。现在你又让我去找一个已经死了的人，我凭什么要相信你？我已接到密报，脚上有红蛱蝶印记者便是燕乐公主。寻找燕乐公主是龙叶户的命令，如若不从，就知道后果。你这只是推测，可靠吗？我觉得十分可靠。首先，鞋铺在歇业的时候被人打开了，伪装成了营业。我进去的时候，一个顾客都没有，只有三个燕乐人和阿树，其中两个还是燕乐馆康复使的手下。再指，燕乐人为什么不开别的铺子？偏偏要开一家已经歇业的鞋铺来截住阿树啊，还非要把他拉去换鞋，除了是想插干他的脚，还能是什么？我想不出别的理由。他们怀疑阿树的脚上有特殊印记。最要命的是，他们的怀疑啊，有可能是对的。阿树就是他们要找的人，怎么会啊？起初我也觉得不可能，但是昨天晚上阿树的表现非常的反常，他非常的抗拒，他还给我赶出去了。哎呀，如果真的是阿树，那他现在很危险啊。这不说的就是吗？还好我昨天及时赶到。哎，这事儿你得帮我啊，我不能让阿树有危险。我们得先查清楚阿树到底是什么身份，燕乐馆和白衣客为什么要找到他？就你直接去问阿树不就行了？我都跟你说了，他很抗拒了，他不会告诉我的。万一闹得他离家出走，不理我就完了。哎，你去燕乐馆抓个人呗，套上绑带给他打一顿，逼他说。慌的。那要不这样，找个脑子不太灵光的，就比如玉石华上次教训那个马志文，给他叫出来，给他审问一通。不行，不能直接审问。你不能让他察觉出来你在审问的，这你都能办到吧？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呀？这怎么可能做得到？倒不至于做不到。沈马志文，你有办法？我之前跟过他几天，我对他私生活有一些了解。不过这方法呢，有点上不了台面。也许是面不该绝。以前都没听你说过，原来你受了这么多苦啊。
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想来到大庸，那么想拥有一个大庸的身份吗？因为我不想再跑了，我真的不想再过那样的生活，那种像野狗一样被人追的生活，没有一丝一毫的尊严。幸好我来到了长乐，遇到了你，才不用再朝不保夕的过日子。是你给了我一个家，让我体面有尊严地活在世上。云墨，谢谢你。知道你想问什么。是的，我就是燕乐公主，我骗了你，骗了大家，白衣客已经找到我了，我不能再停留下去，不然会害了你。肯定是回光返照。照你个头，快走！下。快进来！快快快！袁墨，你先回答我吧，为什么要不辞而别，还要把我要晕再走？你是真打算不让我找到你了？对。为什么？你别问了。他们要找的人是你，对吧？那日在鞋铺，有两个人我认得，是燕乐馆的人。若是我没有及时赶到，恐怕他们就把你制住，检查你脚上是否有印记了。这是洪家蝶，是我母亲一族的图腾。从我出生就刺在我身上，也是因为这只红甲蝶，我受人追杀，颠沛流离，就连身边的人也会受到牵连。袁墨，
你让我走吧，我不想连累你。好啊。你若走，我和你一起走。你跟我一起做什么？我身份一旦暴露，必将继续过着漂泊不定的日子。我连自己下一刻要去哪儿都不知道。你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了。你若漂泊，我陪你去和漂泊。这么晚了，家又那么远，一会儿还下雨。没事儿，你看没有伞。那我走了。等会儿。还有什么东西坏了？你看，都坏成那样了，怎么洗澡啊？马上好了啊，洗好了就可以洗了。修好了吗？哦，马上修好了。水有点凉，加点热的吧。哦，加热的。不够，再加点。哦。不够，多加点。好。对不起，我。不要，你给我出去！掌柜的，我真的什么活都能干，洗衣、扫地、做饭，我都行，我很能吃苦的。我跟你说了，不要，我这不缺人，你是听不懂怎么着啊？哎，走。你再看看我这布样吧，很好的，谢谢，都是我织的。再好我也不要，这么大的长乐城，缺你这点手艺啊？去。芷兰，阿树，真的是你吗？阿芷兰，阿树，怎么会在这儿碰到你？我好想你啊！我也想你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哎，说来话长，这样我们换个地方讲。好，你跟我来。嗯。记得吗？
那时候只有咱们两个不肯去踩泥巴。我记得，而且小胖还掉进了泥坑里，摔了一身。阿树，云墨，你来了。哦，给你拿了点好吃的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他叫阿史兰，我在街上偶遇到他。阿树，过来一下。过来啊。我过去一下。怎么了？不是他谁呀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这种时候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住这，更不能带人来，对你来说都危险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是别人，他是我姐妹。什么妹？不是你什么时候姐妹了？哎呀，我忘跟你说了，她是我儿时的好朋友，我们一块长大的。总之谁也不行。现在白一克到处找你，这种时候任何的人都不能相信，明白吗？云墨，你担心过头了。你看他从燕乐来，他很有可能是受人蛊来接近你的，我能不担心吗？我不是那种人，你要不信你就去试试他，看他是不是来害我的。试试就试试。你之前让我调查阿树的身份，我派人去了，可你又派人假扮成鞋铺的老板娘捷足先登，你这是信不过我呀？你没那么特殊，我是信不过所有人。那你自己出手，事情办成了吗？功败垂成，不过我已经有了新的计划。愿闻其详。无可奉告。你事事让我配合，却不肯以实相告，你把我燕乐馆当成什么了？除非康复使能保证再也不走漏风声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两次刺杀多米，第一次他已入死局，却突然调转码头离开，从那时起我便怀疑有人与他暗通款曲，所以我才会让老段出手，结果多米再次被救，老段却死于非命。康复时，这一切很难不让我怀疑你啊。你办事不力，却又怪在我的头上。就算有奸细泄露机密，难道就不会是你们的污蔑人？看来康复时也不信任我。好啊，不如这样，我们各自清理门户，看谁能把这个奸细找出来。土壤根本就没有这面墙，这墙是后砌的。燕乐馆砌这面墙，一定是想要掩盖什么。找找看。哪人呢？东原人。说哪去啊？燕乐。谢谢大人。下一位。哪人呢？燕乐。说哪去啊？哪儿都不去。哪儿都不去，你凑什么热闹？不，你谁呀？我乃燕乐公主阿史兰，特来寻求大雍庇护。阿叔的事儿还请空无兄保密啊。
你这打算这样一直瞒下去啊？作为燕乐公主，只会让阿叔招来祸端，不如就让这个名号用用消失的大魔咒。好比不能解决问题的。不是，那……我这儿……元儿，玉公主到处找你俩呢。出什么事儿了？燕乐公主登门了。你是说燕乐公主？对呀，就是燕乐公主啊！这个人你们还认识？就是那个啊！怎么还不让打喷嚏了？你自己心里知道就行了，别说出来。对对对对，是得小点声。谁成想阿史兰是公主啊？谁？就是你要找的那个阿史兰呢？阿史兰？你不是说小点声吗？ 余馆主，哎，你们可来了！哎，出大事了，知道吗？燕乐公主呢？什么燕乐公主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在没有证明她的身份之前，她就是普通的燕乐流民，连名字都不知道真假，还公主呢还。燕乐公主不叫阿史兰吗？这个燕乐公主失踪的时候啊，还不满周岁，燕乐王还没来得及给她起名字呢。我跟你们讲啊。 这个事情牵扯到大雍和燕乐之间的恩怨，如果处理不好，会引起两邦纷争，甚至兵戎相见呐！老于，嗯，英明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给我整这一套，你还……也就是说，即便阿史兰是真的燕乐公主，你也不会承认。我有几个脑袋敢擅自承认她是公主啊？这件事必须得报请红炉寺之后才可以再做定夺。 那你着急忙慌的把我们叫过来干什么？哎呦，我的傻小子，我总得知道这个公主是真是假吧？我告诉你们，人就在后院客舍呢。啊，一会儿无论想尽什么办法，你们两个人得给我验证她的身份，而且问出什么消息来，千万不要声张。我这就去红炉寺，一会儿等我回来再说，好不好？啊，哎哎哎哎，一点也消停不了。阿叔。 为什么假冒公主？我没有假冒，我就是公主。为什么要说谎？我们从小一块长大，你脚上怎么会有红甲蝶？那是我母族的图腾，王族的印记，我自小就有的。你还骗我！我把你当亲姐妹，你说我骗你？你为何如此笃定我在骗你？不必给我看这个。我若没有看过，也不会画得像。 你早就知道我的身份，那你出来顶替我是为了我，还是有别的目的？是不是有人逼迫你这么做的？都没有，别瞎猜了。那到底为什么呀？阿叔，我的话你一定要记住，脚上的印记永远不要再让任何人看到了。 蒙面人在四处找你，要置你于死地。现在只有我变成你，你才能在大雍好好的活下去。可是，你为什么突然为我做这些？你先坐。 今天如果不是你逼我，这些话我到死也不会说的。你还记得当初那位把你送到黄沙村的叔叔吗？这些话是他告诉我的，也是他命令我这么做的。现在只要大雍承认我是公主，我就能得到大雍的庇护，而你再也不用担心身份泄露，你就能以阿叔的名字。 自由自在的生活了。那位袁大哥，他虽然不信任我，但我能看出来，他是真心实意的对你好，而且他也不想任何人知道你的身份。可是你知不知道，成为燕乐公主之后要面对什么？你怎么这么傻呀？这些都不重要，而且这么做，对燕乐好，就够了。 叔叔应该早一点把这件事告诉我，至少跟我商量一下。可是我跟他一直没有机会见面。
我和他以后见面的机会也很少了。但是你相信我，不见面对他来说更安全。来来来，孙石，经过四方馆不懈的努力，全力的配合，终于把这些自称公主的人都给你请到贵馆上来了。长乐乃大庸首善之都，却也不乏一些冒充权贵、招摇撞骗之人。至于是真是假，还请贵帮自行分辨。安少卿说：“翻物无小事。”好啊，本使今天就好好的处置此事。马参事，在。将自称公主之人通通抓起来，本使要一个一个审问，若有假冒押回燕楼，按冒充公主之罪论处，世代为奴。是。安静！安静！你们都是公主啊？是，我才是。燕楼馆众人听令。有一个算一个，全都给我抓起来！袁墨，你找的这些人好像都不大听话呀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，你就是想趁机制造混乱，将我调离四方馆。你这些旁门左道的手段，对付对付敖大人也就罢了，竟敢用在我的身上，袁墨，你可别忘了，在这块地上，龙哥的血还没擦干净。是，在下，在下一时疏漏，忘记过问他们姓氏了。那个，康复时找的是一名叫阿史兰的女子，你们可是叫阿史兰啊？不是，你看，他们都不是。闭嘴，我要听他讲。袁墨，你求我，我就可以放了他们。请康复时网开一面，放了他们。本以为袁汉锦后人可以继承袁汉锦的遗风，没想到也只会些市井无赖的手段。阿诗兰，阿树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，你还好吗？我挺好的，这里边吃穿用度都是最好的，简直就是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我从来都没有过过这样的日子。这饭菜是不合胃口吗？不是，我现在还不饿，就没有用。这只鸡，哦，我叫青儿帮我搬过来的。啊，这么多布都是你织的？眼下不是有空吗？正好打发时间。阿诗兰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在这是不是过得不好？这样的日子根本就不是你想要的，对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我去告诉叔叔，让你离开这儿。不可以，不能去找叔叔。你现在去找叔叔会害了他，万一被人知道了，那这么多年的努力就白费了。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往火坑里跳。眼下只是暂时的，我觉得这样做很有意义。为了你，就算是火坑，我也是愿意的。阿诗兰。
已经不是以前的阿迟兰了，我现在是大庸和燕乐两方博弈的筹码，那么多双眼睛正在盯着我，两方的局势系我于一身，所以阿叔，你听我的，千万不能去找叔叔，你放心，没事儿的，很快就会过去的。回四方馆，不，回我家。为什么？阿石兰在说谎，他根本不是那位叔叔派来的。你如何知道？阿叔说过，他那位叔叔在长乐城内，根本不在什么远郊。我刚才拿话试探他，他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得赶紧把这个事告诉阿叔。快点。你们几个跟着那孩子，我去跟他。是。早上还说不舒服，这会又跑哪儿去了？会不会出去吃东西或者采买了？要不要出去找找？等等。棋谱不见了。棋谱。哪里不舒服？阿舍兰被囚禁在高墙深渊内，我却在外享受自由。还要还阿舍兰自由？阿叔去找他那位叔叔了。不该来见我，叔叔。那他为什么要带棋谱？因为这棋谱那位叔叔也认得，刚好可以作为他们约见的凭证。你知道那叔叔是谁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位叔叔就是康复师。我们不是早就见过面了吗？袁大哥，怎么了？阿叔在哪儿？我不知道阿叔在哪儿。我再问你一遍，阿叔在哪儿？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你根本就不认识那个叔叔，阿叔的失踪跟你脱不了干系。阿叔到底在哪儿？我整日被你们关在这个地方，我怎么可能知道阿叔在哪儿？是不是我砍了你？砍了我呀，反正我也不想活了。你，哎，袁某，你如果跟他还有姐妹之情，就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谁派来的？你别冲动，袁墨，说不说？袁墨，我在街上遇到康复生，我们出来说。阿石兰，你如果还有良心，就想想他是怎么对你的。伤好了吗？你就跑出来了？我没事。阿叔是怎么对我的？我刚在街上遇到康复生，他手里拿着你的棋谱。果然是他。什么是他？你接着说。他说这是你的心爱之物，可是你的心爱之物在他手里还不止一件。我觉得话里有话，就赶紧过来告诉你。他说的心爱之物是阿树。阿树。嗯，阿树今天早上失踪了，那现在肯定有危险。先上车再说吧。什么？康复使就是那位神秘的叔叔？哦，
所以他是故意引起我的注意，好让我向袁墨传达阿树的消息。他还说什么？他还说燕乐馆有事儿，他先回去了。还说什么袁墨要是有本事，就自己去取回他的心爱之物。阿树在燕乐馆。燕乐馆？不是，这燕乐馆有康复师在，阿树怎么会有危险呢？恐怕找阿树的另有其人。白一客。现在最大的难题是我们如何进入燕乐馆。依大庸与各报协定，大庸人员要想进入各报驿馆，必须提前交拜帖，否则对方有权拒绝。那如何来得及？就算来得及，他们也不同意让我们进去。全上天了，阿叔，阿叔，我来救你了。龙贝娜的灵堂，冒犯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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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干什么？我来陪你。康叔叔，阿叔，阿叔，记着啊，出门向左走，那边有个暗门，守卫我已经调走了，记住了吗？你快走，千万别被人发现。放心吧。给。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快走。谢谢康护士。哎呀，快走吧，赶紧。既然阿叔是真正的燕乐公主，那便不能让阿史兰继续冒充下去，我们应该立刻将阿树的身份公之于众，以免有人利用阿史兰大做文章。安修一，阿树好不容易从耶勒来到长乐，为的就是过上普通人的生活，你现在又要把他推到凤凰浪尖是吧？你于心何忍呢？你忘了入籍里的时候阿树怎么对你的了？有没有点良心？阿树也是我的朋友，但身为四方馆舍人，面对外务大事，不能被私情左右。华妹，你是理解我的吧？这就是我跟你的不同。我，王坤武，你一心为公我可以理解，但是你在未想尽办法之前就要把阿树的身份公之于众，这我不能同意。好，你们都是好人，就我安修一是恶人。我可提醒你们，时间不等人，你们不动手，白一刻就会动手，到那时候就来不及了。余馆主，我认为至少应该将阿诗兰转运至京兆府大牢，严加看守，以防万一。阿叔，你怎么想？我认为安圣人说的有道理。白衣客定会卷土重来，阿诗兰是他最得力的棋子，我们必须有所准备才行。好，
就在等你这句话。我这就去鸿胪寺，让安少卿批准修仪的意见，把阿史兰严加看管。奉京兆府令，即刻将阿史兰押解至京兆府大牢看守。哎，官爷，官爷，官，这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搞错了？我是四方馆的人。正好，随我们去京兆府交接，走。哎，不是，官爷，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哎，官爷。阿史兰，冒充公主是白衣客逼你的，对不对？阿叔，不要再自欺欺人了，我早就已经不是以前的阿史兰，我是无面人，白衣客是我的主上，为他做事我心甘情愿。为什么？为了活着，为了报仇，只有他能替我报仇。报仇？为谁报仇？阿史兰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你真的想知道吗？我当然想知道，你是我姐姐啊。你还记得你离开村子那天吗？你刚走，龙突骑手下大将木土便带着龙骑兵包围了村子，他们逼问你的下落，可我们哪知道啊？全村113口，包括我的父母，全部惨死在龙骑兵的刀下，只有我苟活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你。若不是你来到我们村子，若不是你抛下我们一个人逃命，他们怎么会死？我怎么会做无面人？怎么会跑到这个鬼地方做什么公主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阿舍兰，我不知道我走之后发生了这么多，是我害了大家。我对不起你，但是你不要再为白衣客做事了，你的仇也是我的仇，我一定会想办法为大家报仇的。我的主上自然会替我报仇。你别傻了，龙突骑跟白衣客是一伙的，龙突骑杀害了你的父母，杀害了全村的人，你这么做不是在报仇，而是在帮他，你这样只会杀害更多的人。你真的在意过那些死去的人吗？小胖，我离谷阿林阁，我的父母，还有那些村民，还有当初那些在兵变中死去的人，你在意过他们吗？你在逃避，你在长乐，在这个全天下最繁华的都市里做自由的大庸人，你把你的子民扔在水深火热里，龙突骑杀了你的父母，那么多人因你而死，你为你的父母做过什么？你为你的子民做过什么？燕乐公主，龙双月树，见过安少卿。阿叔姑娘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叫龙双月树，是燕乐第17代王之女，从小被人收养在村野。这位阿史兰实为同村农夫之女，他骗取我的信任，偷窥我脚上印记，盗用我身世经历，妄图欺骗大雍承认她是燕乐公主，好与龙突骑合作共掌燕乐。你说阿史兰偷窥你脚上的印记，如此说来，你脚上也有相同的印记吗？真的有？
真的有，真的有，身份证真的杨公主。安少卿明鉴，是他偷会我的印记反而诬我。<笑>我可能真是活得太久了，竟然能碰上如此的场面。两方都推出了一个燕乐公主，还有同样的王室印记。 难道是要让他们两个打一架才能分出真假吗？好提议，肃静！我且问你，你还有何证据能证明自己的身份呀？这就是我的证据。 见过这个呀？哎，等等，这是燕乐先王的私印。燕乐先王之印，不是已落入龙突骑之手吗？你说的是燕乐印玺，而这一枚是父王私人所用之印。母亲曾带我出使燕乐，我与燕乐先王有过一面之缘，我可以证明这的确是他的私印。 阿石，阿石，不是说假冒假，你说越说真的是阿石拉，只要你说出白衣客的身份，我们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，还像以前一样，好不好？跟以前一样，你可以跟以前一样，因为你没有看到过那些人是怎么死的。我不行。 我只要闭上眼睛，我就能看到龙骑兵、死去的村民，还有我的爷娘。以前的阿史兰已经死了，现在的阿史兰绝对不会背叛主上。阿史兰，为了白衣客，值得吗？ 主上答应过我，一定会为我报仇。我相信他。你不能相信他。我为什么不能相信他？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你配吗？我难道相信你吗？你做这些，也并不是为了我，你只是想让你的良心好受一点，不是吗？ 见你面太难了，对不起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
只要能跟你见到，再辛苦都值了。怎么样，今天一口气见了这么多使臣，感觉如何？哎呀，别提了，坐了一天，笑也不让笑，动也不让动，就板着脸说一堆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的话。还好有小沈在，不然我一定被笑死了。我就知道，我提前就让小沈准备好，给你提示。公主，康部使求见。哎，我躲躲。不必。不必。公主。康叔叔。康部使。看来多高的墙也拦不住你啊。哎，别在这站着，里边请。啊。公主请。康部使请坐。走走走。康部使您喝茶。康叔叔，上次白衣客未能抓到你，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你到这里看我，怕是会引起他的怀疑。无妨，我以使臣的名义关心公主起居，并无不妥。若刻意不接触，反而会遭人怀疑。但现在是晚间，是不是出了什么紧急的事？的确如此。臣刚收到消息，龙图齐扶持的傀儡郡主病重，现在龙图齐自封摄政王，离母仇篡位只差最后一步。其实，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。那个傀儡郡主本就是王室远支，无才无德，又没有子嗣，龙图齐自然弃之如敝履。只是我担心接下来他会加害公主啊！做梦！我明日就禀告于馆主，必须加强公主府的守卫。我让御史花也过来陪你，给你做个伴儿。康叔叔，哎，白衣客狡诈多疑，你一定多加小心。公主放心，我已拿马之吻当作替罪羊。哦，怪不得我说他这几日怎么不见了呢？那康副使，你可是白衣客的真实身份？白衣客，他从来不以真实面目示人。而且龙图齐对他非常信任，很多事都越过我交于他全权处理，所以我就只能见招拆招。来，拿着。谢谢公主，谢谢公主，公主正。来，太感谢公主了，谢谢。谢谢谢谢，等一下，拿着。这，哎呦，太谢谢，谢谢公主，谢谢公主，谢谢公主。来，谢谢公主。我们走吧。嗯，三娘。各位官爷饶命，我们都是流民，我们都是流民，官爷饶命。为什么一路跟着我？说，是谁派你们来的？公主恕罪，我等绝无恶意。是无恶意。你们是燕乐人？是公主。是公主。是公主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灰公主。我没有名字，我娘叫我石头，我等皆是燕乐的贱民。不堪牢狱之苦，才逃至大雍。听闻公主现世，特求公主赐福，救救我们和我们的家人。求公主赐福，救救我们吧！你们家人怎么了？公主，您看，生病要去医馆，找我无济于事。公主，燕乐的穷苦人。相信燕乐王族是神仙转世，能够救苦救难。我不是什么神仙，我也只是个普通人。看你们的情况，应该是染上了痘毒，
需要立刻用杀银花浸泡身体杀毒。还有，此毒欲过给老弱之人，除了你们，还有别人生病吗？还有，但旁人都害怕得很，四处驱赶我们，我们也就只能住在一起相互照应了。不行，若是相互过了病气，不但染者不能痊愈，未染者也会陆续病发。三娘，立刻寻一处僻静的院子。是。四娘，你带上几名官兵，跟随石头将染病的流民们都带过来。是，公主。谢公主。谢公主。谢公主。多谢公主。请几位带路。请，这边。哎呀，哎，你们知不知道，这疫病消退的消息一传出，那长乐城的大小商户都争相庆祝，说是这次的花灯节要大办特办。哦，嗯，花灯节？哎呀，不懂了，讲。啊，就是我们大雍的情人节，尚未婚配的男女呢，都可以提着自己制作的花灯上街，要是遇到自己心仪的人啊，就可以把手上的花灯交给他。哎，那这花灯还得自己做啊？啊，那当然。玉池姐姐，你在长乐长大都不知道啊？我以前可没那闲情，现在嘛。自从这些商户们搞什么花灯节大酬宾活动，这花灯节早就变味儿了。这些大小买卖人啊，都靠着一天赚着一年的影钱。哎呀，你管他赚不赚钱呢，买的就是一个热闹嘛，是不是？对。到时候咱们也去凑凑热闹，正好家里面缺了好多东西，一并买回来。阿叔现在可是有府邸的人，还用操心这些啊？切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。这是公主特意为您准备的，让您啊天凉了穿。怎么样啊？康复时穿上了一下子年轻了10岁呢。你可别逗我开心啊。公主千挑万选才为您选了这件锦袍，还有这双皮靴，那您穿上了心里岂不是高兴极了？那可不就是要年轻上10岁吗？死娘，你这张嘴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呀，是那个袁墨为您挑的。袁墨有心了。他这明摆着是要讨好您，其实呢，打的都是咱们公主的主意。这我能不知道吗？你好像不太喜欢袁墨呀。光我不喜欢有什么用啊？公主倒是喜欢的不得了呢。我知道你这点小心思，来试试靴子。好。起来走走。哎呦，简直就是量身定做！这个阿树他是怎么知道我的尺寸的？叫他进来。康副使，有何发现？吴面人近日在暗中收集龙剑葵。龙剑葵。这是我燕乐独有的毒花，怎么会出现在大雍呢？据属下了解，6个月前曾有大量龙剑葵的种子被燕乐商队分批次运入长乐。6个月前，若当时播种，现在正值花期。继续追查，无面人有任何异动，速速来报。是，快去。如今燕乐很多支持先王的老臣，暗中写下联名血书，呼吁公主举起富邦旗帜，为先王报仇。龙图奇想必是听到了风声，这是白衣客暗中在搞什么勾当，不得不放。四娘，我有样东西想要交给你保管。你记住啊，林家闺房是长乐城为达官贵人存放贵重物品的地方，这枚印章可以打开我的柜子，交予你保管，必要时交给公主。必要时，那何时才是必要时？到时候你会知道的。怎么了？
怎么会伤得这么重？是麦克，他有龙剑鬼，做了很多毒雷，估计会爆炸，还会散出毒。你可知毒雷在何处？一些无面人运到城中，他们要在人群密集的地方引爆，制造恐慌。不对，他们谋划这么久，不会只是为了制造恐慌这么简单。你留在此处。子娘，子娘，醒醒！啊，康护士，公主在哪里？公主，说呀！啊，公主她说要去燕乐刘平的安置点，我不让她就把我给迷晕了。不过康护士放心，尉迟长史还有我姐姐都在旁守护着她。你听着，去京兆府找林府尹，告诉他白衣客要用毒雷在长乐城里制造恐慌。毒雷？啊，等等。还有，通知四方馆，欢乐街上还有众多的异邦百姓，万一出事，得让他们早做准备，听到了吗？我明白。这边走。安先生不好，安先生，什么事慌慌张张的？安先生，白衣客制造了一批毒雷，想在长乐城里引爆，制造恐慌。什么？哪来的消息？是有人到公主府通报的，我已经上报了京兆府。街市上人员密集，若是毒雷炸开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老金，立刻通知四方馆所有人员取消休沐，前往集市疏散人群。是。公子，我也要去。不可，四方馆不能无人看守，你留下。公子，我命令你留下。王公，安顺，听说白衣客今晚要在附近引爆毒雷。毒雷？去，你们今晚可能见到什么可疑之人。你这要去送货啊？啊，是，这不雇主让我去酒楼送点酒。走吧，程峰。走了啊，杨大哥。石头，石头的马车有问题，我去找他。哎，你别去，把车的事交给我们，去找阿树，带着到安全的地方，白衣客不可能没有后手的。好，那你们注意安全。走走。在那儿。让一下，不，让一下，站住，站住，石头下来。王社长，那个押车人呢？他中途就下车来了，怎么了？你这车上到底装的什么？这都是雇主让我送的酒。你们俩过去。这怎么？是火药。龙剑魁制作的毒雷，确定吗？龙剑魁是我们燕乐特有的毒花，这味道一定不会错的。毒雷，王上人，这事儿我真不知道，我就是个送酒的，雇主让我送什么我就送什么，连我这条命都是龙川雇主给的，我不可能干这种杀头的事儿啊！毒雷已经卸了一半了，卸哪儿了？押车的中途确实卸了一批货，我知道在哪儿，我带你们去找。等等，看来已经有一半的毒雷引入人群了，安顺。你得把马车架到京兆府，让林府尹通知京兆府的官兵，只要在街上看见抱着酒坛的人，立即扣押。明白。你给我过来。四娘，你赶紧回公主府见到公主，立刻放绿色心眼。是。我信你，但是你得帮我们扳回这一仗。带我去找那个押车人。这边去，跟我来。这边。